我去，这谁停的车？怎么这么停啊？老公，我不行了，我快要生了。老婆，你坚持一下啊，我想想办法。这个车怎么停的呀？哎，大哥，你想点把车挪一下吧，你挡着我车的。我现在没空，自己想办法吧啊！我想办法，我想什么办法呀？我媳妇都要生了，我着急啊。 要生了，这不还没生吗？大哥，跟我求求你了，你这车把我车挡死死的，你就下来帮我挪一下吧。还要着急啊？就让它生在车里吧。喂喂，哎，真是越着急越乱。媳妇儿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再想想办法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 兄弟，你的事情我都看到了，赶紧开我的车送你老婆去医院吧。大哥，这不好啊！我相信你，人命关天，快去吧。行，那谢谢你啊，大哥。走，上车。韩总，那这可怎么办呀？让这种人挪车，只有一个办法。 喂，兄弟，你的车好像让人撞了，下来看一下。什么？你干嘛过去？车撞了，撞哪儿了？撞哪儿了？这也没事啊。兄弟，我不这么说，你能下来挪车吗？你看看你这车停的，让别人的车还怎么出来啊？我的车，我想怎么停就怎么停呗，别人出不出来，关我屁事啊！ 我倒是发现了啊，你们这种人就是典型的没有钱，还喜欢找存在感，说白了呀，羡慕我开豪车呗，真有意思。哎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把你车停这儿，我车怎么出来啊？我的车，我想怎么停就怎么停，你出不出得来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你给我等着。